我是今届新亚中学的毕业生，我是6H班的刘嘉毅，我今年升读香港浸会大学的社会科学学士。我觉得我今次的 DSE 成绩其实我都挺满意的。放榜之前是非常的紧张，因为其实我考的时候把握都不是太大，前那晚放榜之前基本上是睡不着。我觉得家人和学校其实给我的支持都很大，因为仲记得 study leave 嗰阵啦，其实我其实 feel 到好大压力，咁屋企人都鼓励我啦，学校嘅老师亦都会喺朝早补课支援我哋啦。咁首先我想多谢我爹哋妈咪啦，咁喺我好紧张啊，佢都有鼓励我，叫我放松啲。另外我想多谢我嘅同学同老师啦，系因为我都有同佢分享过我考试之前嘅紧张，但系佢哋都好鼓励我，仲即系俾好多教材我，等我可以温习得更加好。咁我其实我对自己期待系将来成为一名老师啦，咁亦都希望可以顺利完成大学嘅课程，同埋识多啲朋友咁样。咁我想喺度多谢学校呢六年对我嘅照顾同栽培啦。咁我以后都会继续努力读书，系唔会辜负学校对我嘅期望。